就里长那边做出了便当，我们就去跟里长说，我们的街、我们的弱势啊，只有他现在租房子了，那他可不可以开电动车帮你去送给里内的老人或隔壁里的老人？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新闻的重点。Hello，大家好，是 Nancy。经典杂志将在八月份呢、哦，要举办二十五周年的摄影展。那么，经典杂志所出的这个书《一方印记》，结合了许多的这个作家来谈他们的家乡，谈他们成长的地方。 上一集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工地作家林立青，谈的是南机场的美食，还有呢南机场的建筑，他的成长记忆。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要继续和丽青聊聊，他在南机场哦，其实成立了这个社创还有协会，帮助弱势的朋友，呃，还有机友呢，带他们一起做清洁服务的工作。 像呃，您现在后来成立了一个协会，然后呃，专门呢就是帮助街友跟街友一起，然后呃去做一些清洁啦、打扫方面的工作。您刚讲到就是说还帮呃像是超过九十岁的帮长者去做打扫啦，这些有赚钱吗？我们是在疫情之后发现说有些弱势者想要工作没有工作，哦、呃，包括他们不限于比如说街友呃跟生人。 呃、哦啊，飞行少年，那他们其实需要有人带领，尤其是专业者带领。那我看到一个社会问题是，政府其实有在推，比如说安心上工，或者是以工代赈。可是那那一个东西在我们看来，缺乏一个东西叫专业的领导者，就是他并没有专业的人陪着他们工作。那这种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东西叫资源浪费，他就只能做很基层劳动，然后重复单调。 不容易出错、容易管理的工作，那是不可能改变现状、发生的。所以我后来先开一家公司，我们是社会企业，开了一家公司。在去年的时候，试图找出他们社会愿意接受他们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洗学校，然后做独居的遗物清洗、呃遗物整理。哦，这两个部门，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工具设备，那因缘际会之下，发现我的街友蛮喜欢高压清洗的疗愈感。 对他喜欢那种疗愈感，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入门入门方式，嗯、uh，huh. uh huh. 所以我决定购买设备带他们做校园清洗。那我的好兄弟拉拉换铁的，他他就他的他出过一本书叫《命案现场清洁师》，那你就是他在做哪一行？那他一开始他说街友能做这个吗？他他觉得有点犹豫，但他后来挺我到底，就拿出来钱还比我多，就说他好，我们一起来，然后带着街友去帮大体啦，帮忙把遗体里呃遗物里面清掉。 不管是死很久的血、腥有味道的，还是人腐烂在里面的，把它清理掉。那我们先撑过了第一年之后，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哦，人家说开公司是不归路，我跟大家讲，开公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种再开一个协会，那才真的会让你疯掉。<laughs> 对你同时有一个公司、一个协会的时候，哦，那你要处理的事情就会变两倍、平方速度。 对，我更正一下，对，您成立的是公司，是叫叫有喜社创，不是协会。有喜社创少一个字，大家都是叫社，但其实我们是有喜社创，有皆有喜地社会创新。那后来我们又开了一个协会啊，因为有喜已经皆有美已经知道这个名字都朗朗上口，我们就找一个音很近的叫优喜，对，优就是一个人扶着一个人嘛，喜是关怀的意思，就叫优喜关怀协会。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 OK，那我们就取了。 那因为这样打英文字的时候尤其是日文里面的呃振作加油。嗯，听起来你们就是做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对，这样才轮得到结友啊。呃、对。那为什么你的伙伴一开始他会怀疑，或者是觉得嗯你怎么会找街友一起来亲？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伙伴没有呃还好，是我身边人都劝我不要干这种蠢事。 啊，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有搞头。那我身边几个社服单位，我总怀疑他们觉得说，哦，那我的基友就可以送过去工作喽。他就鼓励我说，真的很有搞头。然后我就傻傻的，好拼一冲一把。很多是人生需要冲动。那我冲下去之后，就开始去找嘛，就他们会介绍基友团、基友伙伴给我。我就当他们说要不要来工作，他们一开始就露出那种奇怪的眼神，什么洗学校、拿水枪。<laughs> 他们先印张水枪上按按玩具水枪，就看到那么那么大一把，这可以洗学校，然后试。 那、啊、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方法管理它，就是发现金嘛。哦，oh. 现金发下去，他们的心里的犹豫就会瞬间消失。发现金就是我每天的劳动所得，嗯、我每天当下就可以得到。对，因为这最适合弱势老公。你要想他穷人的生活成本比有钱人高。哎，我我今天林立清走在路上，我随便去店家商圈，我可以不用钱吃吃喝喝一整天。可是穷人不行啊，为什么有名人可以不用钱吃吃喝喝一整、嗯？因为那都是我朋友，你有社会资本。Oh. <Okay. S 2> 你有信任关系，我昨天可以走到党部去演讲，他们还会送我礼盒，然后会有讲师费，很轻松可以赚到钱。我如果愿意的话，去参加什么嗯劳工局办的什么大师讲堂，讲一场一万二。可是我的皆有不可能啊。对啊，我们要我们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有人投入这件事才能改变，因为他们的话无权无势，看起来也不帅。我们必须说他们无权无势之下。 他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一次性的付出会比你一次买多还要贵，对吗？我们大卖场是会东西反而折下来便宜。对对，那如果你今天每天都要住宿费，你可能住网咖或旅馆其实很贵，你可以一个月租一次房子，你会便宜。那穷人的话，只能今天慢慢的去想办法付当天薪水。 嗯、对他不可能有像投吸管，或者是现在不是年轻人吵着没有投没钱头吸管吗？对对对，就像是街友没有二押一租，他没有办法付出押金，哦、每天赚的钱每天都要处理当天住宿问题，你没有办法处理押金。嗯，你一天赚一千八、一千四、一千三、一千一，那你今天睡网咖三四百块就飞了，你押金要存多久？ OK，原来街友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我很好奇，就是你你本来做建筑工程啦，什么这些的，你怎么会开始关心街友、啊？你说我吗？<laughs> 对、啊，我、啊、就很简单，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基友不限定只是街友，有一些是弱势老公，比如老残穷病弱风嘛，那最弱势结果就会流落街头，啊，可能通常就是通常会有两三种以上的状况，呃，有前科，啊，身障、智障、智障。 然后身体不好，体力不好，因为身体好其实靠体力可以赚钱，对吧？有些人就是搬水泥一包十块，一天不顶你搬七百包，体力好到不行，那那种是有的，他可以靠本身的体力赚钱。有些人靠天赋嘛，哦，很会讲，很会骗，那也可以活下来。可突然是什么先天资源没有，然后家族也没有钱，后天他可能教育又没有办法跟上，他又没有办法得到漂亮的学历，让人家觉得值得投资，他就会越来越弱，他就会弱下去。 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工作，是从一些社服团体啊什么去找这样吗？是啊，就是从呃几个重要合作单位，人生百味啦、啊、满草心啊好那、哦、人食堂啊这些单位，他们会说：“哎、欸、呦，接有伙伴，我们觉得可以来你们这边工作，他想要多赚一点钱。” 你愿不愿意收？其实我觉得你也让他们，就是第一个就是呃，他们不容易找工作嘛，哈。然后但呃，透过你这边呢，哎，他们知道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然后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呃赚到他们每天需要用到花费的钱，这样子，然后生活哎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了。然后我看到有一段，我也觉得蛮感动的是说，说你带他们去呃清洗像一些基隆的学校的时候呢，哎，他们。 会觉得他们很像是校园英雄诶、欸，是啊，因为他们很少被公开的感谢，呃，弱势者底层不大容易被公开感谢。你想想看你，你你什么时候去呃很感谢我们的倒乐圾清洁队？通常很少嘛。可是我们对大官比较容易感谢，呃，当然因为官你有名声，你有地位，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会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你一直在做重复单调的事，我们就会自动忽略，这是正常的。那我们必须找方法反转。 我必须要找到几个平衡，一个是让他们训练一技之长，我是认为他们只能一技。我反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呃很有钱的人，我会觉得你多学没问题。那如果你今天非常急着就业，非常有经济压力的话，你应该只学一个技能，而甚至不是说学水电要只学水，或者先只学电，对，要这么细细到说你这个技能社会需要。 你才有办法靠这个技能活下来，然后翻身。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教他们很基本的东西啊，比如说最基础的高压清洗机，叫动力内燃机设备。这个学会做引擎的设备都会了，就是割草机、发电机、清洗机、抽水泵谱，全部都会。呃，抽水机都会了。 那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的能力就会提升，而且我们就有机会在他们适当的时候找到施展的地点。我们选基隆是因为基隆潮湿多雨，洗台北市中心的学校洗一次可以撑一年半或一年，基隆大概有时候撑半年就不行了，所以它可以一直洗。第二个是我们在基隆有认识的教师社群，那边的老师们比较欢迎我们去洗。哦，相较于其他县市，基隆的老师们是非常欢迎我们，而且非常鼓励支持我们去洗。 哦、我觉得那边是他教育者们的呃社群有有建立起来，我们就打不进台北市的社群，我们就打不进新北市，他、啊、就没有人理我们，对，我们就进不去。可是在基隆那边的老师就很开心，会拿饮料、饼干给我们，当然有几个特别热情的，我们就感觉到被关怀嘛。那我就觉得这才是对的，这样的话，基友他们就有机会在这里面被肯定。所以我们去洗基隆，哦，目前基隆已经洗了三十几所，呃，三十几次，大概快三十所学校。 这些亲友都很乐于接受你的培训吗？嗯，因为有钱，我认为他们钱还是占大部分。那环境对他们来说有鼓励是第二大部分。你一定要先有钱，没有钱的话，讲什么尊严都是假的。一定要有现金或者是有钱拿到手上，接着是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明显有利。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留下来。 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内在动机强到不行，不可能。内在动机的训练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以年来计。那我们要先解决掉最基础的生存问题，就是每天有现金。嗯，有喜社已经成立两年了，对不对？超过两年。有喜社创了。呃、啊，有喜社创对，呃，超过两年了，对不对？对，它是前年三月，呃，去年三月成立，一年多。 你的管理方式是亲自教他们怎么做，然后甚至亲自带着他们一起做吗？对，劳动现场一定要这样带，就是类似徒制的，老板同时是师傅，这个才有办法教会。就我们说，记职教有点类似早期的师徒制度了。 这样听起来你很有方法，因为呃，我想每一个街友都有各自的呃可能心理呀、啊，或是呃家里的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街友这样。那所以可能不是每一个人的沟通方式都要一样，所以你要能够带这么多的街友，<对>应该当中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吧？嗯，当然了，他们每个人状况也很多，好、哦，然后我们目前也只带十几个街友伙伴。 因为就算到台北市政府，他一年全部的连所有社福单位，只能让一百个人脱贫。我去年大概占五个、嗯啊，那已经是我的能力极限。今年可能可以增加数量、啊。如果我的据点盖好的话，我可以多增加一些。而且我们开始找居住居住的区块，跟崔妈妈合作。嗯、对，但我们有几个比较不一样是，我第一个你说的没错，我们会为他们量身定做管理方式。比如说有一有一个街友伙伴是金藏，他不是会伤人的，而是会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 他会突然下雨，或者是天天气变化，他会突然害怕这个社会和过去的经验和家里的家暴阴影，怎么会让他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们给他一个特权，叫做随时翘班，随时来。他就是会翘班，而且他如果翘班，我们不追究责任，我们不能对他追究，那不不是不是不是他的问题。对他们有这样的特权。那也有一些伙伴的特权是，呃，他叫做。 绝对不洗公务机关及执法机关，对，就是他们有三个人拥有这个特权。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说，我现在跟你谈劳动契约，那我们要来坐下来面对面谈。那因为你有时候会没办法控制自己，你会躲起来，会觉得很忧郁，所以你有这个条件。但你要答应我，如果你回复了，你要来这边现场来找我们谈，然后再告诉我们你的状况如何。那这样他就会慢慢恢复，因为他紧张。 所以就变成说要鼓励他，然后鼓励他就医。如果你三次都已经翘班的话，我就要带你去慢慢看门诊，好不好？要乖乖吃药，这样子。那第二种，他们对于司法机关就是被警察恶劣粗暴对待过，被检察官羞辱过，被法院关过，或者是在法院上面受到很强烈的不信任感，他对司法机关非常不满的，我们给他一个特权，叫做任何我们今天只要工作的地点和。 警政司法相关机构随时他可以翘班，而且我们不能追究责任，<laughs> 我不能扣你薪水，他随时可以翘班，我最多不发薪水，我不能骂他，他有这个条件，就所有对人民会开单开罚的单位，他随时有权利拒绝上班、欸。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难、嗯、很难找到这么量身定做、嗯、这么为他们着想的工作、欸。哎，对，所以这样才能改变他们。你要做到这个程度，你才有机会把弱势劳工在一年、嗯、半年之内扶正。 变成有能力的老公，你没有这样做，我的经验是一定失败，因为他们太多心里的小九九。那就算我们做到这样，还是有些时候会失败哦。比如说他还是觉得做累了，他想要再去流浪一下。哎呦，这种人真的有，他就会觉得说他不舒服，他觉得这样太累，他想要去休息一下，或者是他又可能犯了某些瘾之类的。 需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吗？还是什么？你剛剛有我们有特约诊所，我们有特约医师，在一零一的谢医师，一零一有一个产业医诊所，他是职业灾害呃专科的医师。对我们的员工，如果一旦在工作中受到指摘，就会跑去看医生，然后想办法去申请指摘。我们有保劳健保的。呃，这些呃。 呃，协助就是、说这些跟您一起合作，像哈医师，然后还有，据我所知，是不是您的呃做工的小货车也是有 sponsor？我们中华汽车吗？我们那个时候是跟中华汽车合作，他就送我们一台车，因为你很少有比车更贵重的东西了吧？有大概只有房子比车贵嘛？<laughs> 对啊，当然我们房子也是木板，因为刚开始创业嘛，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对，我们的工具设备有一半以上是木，一半是木来的。最近开始慢慢到一半一半，因为有一些是自己，最近比较有点，就赚到一点钱自己买哦，不好不好意思，急着用还叫人家全，这样很没、很没、很没脸，<laughs> 有没有？那我们就说工具设备有一半是木来的，那车子我们协会和公司各有一台，有一台最贵的呢，也是木来的。那现在房子也是木来的，嗯、房子是番里长帮我们登国防部申请。 我们现在正在整理的这一栋，你讲的是游喜协会，游游喜协会，游喜协会的房，接下来的据点办公室，因为我们现在你你看，这就我们办公室，嗯，那你会发现，嗯，非常的杂乱，而且非常的，<laughs> 应该这一看就觉得你们生活很忙碌了，呃，对，非常忙碌，<laughs> 太有礼貌，我是不是很善解？对，善解人意，你看，<laughs> 对，所以募款能力，就是说。 很厉害，就是要要让大家一起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嗯、呃，善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带头的能力。嗯、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伙伴皆有根深的，他们对于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很强。我说，如果我今天硬要跟政府合作，会导致我的团队崩溃，我会被兵变，他们会全部不听我的话，<laughs> 他们会团结起来，他们现在知道团结力量大。 那我就必须要用别的方式，就跟社会沟通，用脸书，用媒体。所以你像你来采访我，我们就会讲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哦、嗯，帮孤独长辈整理，然后我们也开教室，我们自己交接，我们新的技能。哦，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大赞助商是米沃奇嘛，所以我们就会请米沃奇的经销商和业务来教我们工具使用。所以最近有新的服务是帮独居老人整理家里，然后水电重拉，因为有些阿公阿妈们他们年纪太大了。 那、啊、体力不行，你叫他整理自己的房子，能自己吃饭就不错了、啊。他可能还可以付个几万块，但你要叫他再拿出来，他会怕他拿出来就再也没有了。对，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赚钱，那家里就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处理，有的时候连垃圾要处理他都很辛苦。对，那我们看的是蛮心疼，所以我们大概从上个月开始试着带我们的基友伙伴去做行善团，哦，以工代赈的行，我还是要给他们薪水。 那我们就会冲到阿公阿妈的家，哦，大概会有三组人，第一组人把阿,阿公阿妈骗出去，哦，骗去外面玩一圈，我、哦、不管是去哪里玩都好，把他们骗得远远的，跑离家很远，然后大概给我们八到九个小时的时间，然、哦、后把阿公阿妈骗出去，什么看羊啦，哦，看花车啦，让去看灰啦，啊、阿阿公阿妈就很开心，我身障计程车载他出去玩，然后剩下两队人，第一队叫清洁，把垃圾全部都清掉，家里面所有看起来像垃圾的，你怀疑是垃圾，全部都打包拉拉出来。 然后第二队叫做装整装修，我们有水电的老师就会带训练过的 j 油伙伴去把他家的电全部换新的，就那种看起来已经会跳电、要电线要走火的地方全部换新的，不然我真的觉得阿公阿妈住在里面太可怕了哦。然后再来就装一下热水器，至少要有热水嘛。啊，如果状换许可哦，空间许可，我们就送他一台冷气。 那冷气已经要一级变频的，不然阿公阿妈等下吹下去，就原本很穷，就真的变 <laughs> 真的就变穷了。<laughs> 电费就已经很贵了<對> <laughs> 原。原本原本原本还活得下去，<laughs> 电费吹下去活不下去，就就这样就不好。所以我们现在都买那个一级变频冷暖，找三洋公台湾三洋公司，大他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呃算我便宜价？这叫公益价。哦，他们就会去找那个什么展示机，整台整台就展出来一个月，我、哦、就整台包起来送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就送阿公阿妈一台冷气。 他们只要一谈，他们就很开心。所以你们已经训练到他们是可以把阿公阿妈骗出去，然后那那所谓骗出去，其实是那个善意的谎言，<laughs> 就是说，哎、欸，带他们先出去，然后你就可以好好开始去整顿这些阿公阿妈的家了，这样子。是啊。呃，然后你现在呢？呃，皆有世代十几人嘛，哈。那十几人，我想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呃，而且呢，你又要成立了协会，所以我想你。 之后的目标应该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街友吧，帮助到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街友，有的时候社区里面接近街友的，哎呃、或者是他其实被我们帮助过的老人也会自己收过来，哦，我们就会给他一些东西。可是他其实他没有办法工作。那还有一些像我们去年曾经试过想要帮助女性，哦，弱势的女性其实比男性更难照顾，他们要工作会更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说，这个方地长帮我们争取到国防部借我们这个据点，我们可以变半庇护工厂。啊，因为女性要再就业的难度其实更高，对。你是说，呃、同样都是接有呃，同样都是接有女性会比男性更难找工作。哦是哦。对，这第一个是外在条件，他们会一般来说这些工具设备不为女性设计，哦、呃，工具装备它的重量。 呃，它的操作模式，它的身高限制，女性通常比较娇小嘛。哦、我们相当能排排排除极端值，那些设备并不适合他们使用。然后第女生的手也比较小，所以工具设备我们为什么挑红色这个牌子灭问题，其實是因为它有出小的版本哦，因为你如诺都大的根本只有男生拿得动，都在比粗暴的。那我们要拿精巧一点。那第二个是弱势女性在嗯人生经验里面会被欺压和羞辱的严重比较大。 他自信心比较难建立，他会觉得我不行。男性反而会这边说我可以，我很厉害，我什么都会，结果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吗？哥，你应该遇过很多这种台湾男的，讲的<對>自己很厉害，结果一一眼就被看了。但女生更糟糕，她是连说都说她都不行。我就算仅经教她用电钻，她还是说这个我可能不敢。其实她做的很好，那我就需要找到场域去鼓励。为什么洗学校？因为小朋友会鼓励你。为什么我们会做遗物或者是所谓的？ 呃，形上清洁，因为遗遗物清理他们还是会怕，所以我又另外和拉拉讨论之后，就我的 partner 讨论之后，我们想要做形上清理，因为我们发现女性如果进去的话，可以比较同理他们的囤积习惯，然后帮他们归纳的再细一点，哦，因为我们过去对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管好这个地方，然后被限缩，可是它就会造成他们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比较愿意慢慢的。 花多一点心思去同理这个居住者，他就会把一些东西收了。比像我们男生就是啊，这个要整包丢，他们不是，他们一片一片打开来看，哎，这个他有三个月才过期，可是其他全部过期，这个要另外拿出来、嗯，他可以做的很好。嗯，您选在呃万华这边，除了这里是您呃就是家乡之外，还有万华这边皆有最多，对不对？我们选中正万华，就是因为。 呃，皆有的群聚地点是在中正文化最多，然后再来是这边社服单位比较紧密。我们隔壁就是芒草心，所以一旦需要一些资源，可以去立刻咨询。那第二个是这边有翻禾生里长庇护我们哦。你知道，如果里长带头带头欺压洛斯，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一定会被赶出去。那这边的里长刚好是保护弱势，保护到台湾第一了，对，所以我们就靠在他旁边。 那别人就不会欺负我们，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在里长的照顾之下，我们去里内帮里内的独居老人修房子。那我觉得这样更好，让弱斯帮弱斯嗯，呃，对，您刚讲到就是方和生里长，其实呃，媒体也。 对他有很多的报道，因为他一直在做社服的工作，然后呃，一直也在帮助李明呃，或是一些老人家送餐呐、啊，哦，这等等的服务这样子。所以您跟他有怎么样的合作吗？我们的话，第一个是像我们现在的空间据点，是他其实是他帮我们争取提供的。 然后第二是像我们如果今天缺物资，我们会去等他。他那那我们都会回馈就是我们的工价，因为我们实在没什么可以给他了，我们就帮他做工。什么里面需要洗一下墙壁，我们就去洗；啊，里面需要整理一下东西，我们就去弄。啊，我自己也会拉梯子去帮他换个灯泡啦，送个牛奶啦这种的。那还有一点，有一些弱势很弱势的，其实我没有能力照顾，我最后还是靠翻一仗。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些生障伙伴，嗯，可能喜肾。嗯 可能半身瘫痪，那我其实我有能力给他工具装备，我有办法训练他，比如看酷狗地图。可是他到底能做什么工作？我们真的没有工作，我们后来就只好靠住的离方离离长近嘛，我们就去拿里长的里长每天有社区厨房，然后做免费的工作，就是靠着他做五本生意。其实很多师傅单位都这样，就里长那边做出了便当。 我们就去登李长说，我们的街，我们的落势啊，仅、哦、有他现在租房子了，那他可不可以开电动车帮你去送给里内的老人或隔壁里的老人？哦，里长说 OK 啦，我就给你这三个，那你的那个就要骑电动车，就是那种红色的四轮有没有啊？妈在骑的，那我们那个瘫痪的的身上就会骑坐，把便当放在篮子里面，然后其他的那种小红色长篷，然后在里内，<laughs> 因为他其实瘫痪可是动作慢。 但送便当还是可以的，<對>他就会送到这边，然后等老人家讲，或者跑到二楼的一半，真的没力了，老人家再走一半，给他，啊，这样就可以看到，那也可以接触到老人，知道说，哎、欸，老人家状况怎么样？如果状况不好，赶快回来尿北亚的里，里里长他们比办公室的人讲，uh huh. 就可以照顾到。我们是靠这样，因为你说我自己有能力教他们工具设备，我有能力教他们一技之长，我有能力教他们很多赚钱的技巧，可是有的有一些人。 不是我接触的，他真的太弱势了。我回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已经在社服领域待很多年的李场。 所以你们真的，呃，就说会针对每一个人他拥有的条件，他能做的事情，然后去呃设想为他设想他能做什么这样子，嗯、呃、好。然后您刚讲到以工代赈。 对，这个我很好奇，以工代政，因为其实呃，在慈济啦也有这个名词嘛，也有运用这个名词去做一些服务这样。你的以工代政是说，呃，就是你让他们其实去做职工，呃，去做这些服务的事情，呃，但你所以你也会给他们一些些的薪水这样。是，呃，这样说好了，因为慈济它的中案特，慈济是我们整个台湾里面遇到灾难的时候。嗯 天灾，尤其以天灾为主的时候，动员能力最快最强，并且自攻人数可以数以倍计的代表性组织。那只是说慈济过去在灾难场它比较有名。我的学习对象比较像是行善团，他们就会帮人家修房子，因为我做工的人出身。你说像慈济一样到灾难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还可以帮忙抽水、搬运、拆除。但你说真的要 CPR 什么的，我们还没有这个技能。我没有想学，但还没有学会。 好、哦，那我就会说一件事，我的我只能教我会的东西，所以我教他们的就是冲过去帮阿妈把房子整理干净，然后可能马桶坏掉了修到变好的，我、哦、换一个新的热水器，我要热热这些给他。但因为做这种事情，你会从内心知道自己的劳动有价值，阿妈会感谢你，你在社区里面会被称赞，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有存在的意义。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行善团模式，非常像实际，只是我们那个时候同时给他钱。 他会复归的速度更快，他一定一个人对社会想付出有认同，是因为他感受到，而且他生活无余。那我这个让你有钱可以拿，你又做的是社会上有意义的好事，他会更快速相信这个社会，他会更相信这个社会有爱，然后会更愿意支持这个行动。我才能够教化他们。对，我们的教化方式是这样来的，把人放在对的位置，并且在那个时候给他资源，才能够鼓励到对。 你很厉害、欸，就是怎么可以从建筑工地，然后到后来去带弱势的朋友，然后呃接友这样，然后这么有方法的带。因为其他方法都失败了，<laughs> <laughs> 我们创试其他方法都失败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方法什么方法有失败过？我跟你讲，比如说把他们送到我朋友的工厂里面，然后他们就发现，然后我那一个觉得还很年轻的 <laughs> 就说，每个师傅都很厉害，之后我什么都不会，我觉得我好丢脸，然后第二天就不来上班。我那个。 朋友说：“他那一刚做梯刚丢的无来啊啦，西然波松快干嘛，还开车到他楼下去，加他楼下要去接他上班，然后他就更不敢出门。”我都说对不起师傅，师傅跑过来，我失败了。然后带他们去，比如说接我带去建筑工地，然后你就当警卫就好。结果他当警卫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看到回捡回收的，他就一直要拿回收等人家，就没有再雇车，然后老板就骂 <laughs> 骂了，也失败了。我后来发现只有自己带。 对，才有办法。我们自己要能够带头，因为我已经诚实的讲、哦，我过去批判政府已经批判的够多了。后、哦、做工人的电视、电影、书籍，它影响力已经在。可是你终究是希望社会有一点改变。如果真的写作没有办法达到，你就自己投入吧。嗯，对，对就像你讲的，呃，上人也是一开始法圈先编织啊。 慈济、嗯嗯、也是啊，你们也是在灾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冲过去。你觉得如果慈济就是电视台一直报道 replay，它不会有这样的能量，是因为当我们看到然后报道出来的时候，它号召动员，而且真的有一群人镇守在那边付出，那才能够让社会大众有改变、有感动，而且愿意号召投入。嗯，对，就是真的用行动，然后持续的做这样。嗯、就像你讲的，就是说。 呃，你说当了作家，而且你现在是名人呢，沒有用就是影响力是很大的啦。嗯、呃，你拿一支笔，你可以写好，但你也可以批评、抱怨政府，但你觉得这样子没有用，其实就是去做做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对啊，你要自己投入了，笔只是工具的其中一种，嗯、而我们要很多种工具才能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嘛。就像你家不可能只有一支十支旗子。 十字起子不能帮你取代扳手做的事，笔也一样。有的时候你应该放下笔，拿上拿起十字起子，或者是你的更高级的工具，像军刀具这种东西，才拆得动东西、嗯。谢谢。最后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鼓励年轻人的？对，就你在看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之后，我们如果先看所谓的社会问题，你都会觉得自己无力，而且你会越来越无力。 那个时候你应该做的是放下手机，然后想想看自己可以做什么，到现场去看、去感受，然后想一想自己能够怎么帮忙。一开始可能会很容易挫折、很容易失败、哦，我们都是嘛。然后慢慢的你会找到一些方法是，是哎好像会让你觉得你可以做，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自己的位置嗯，好，谢谢。 这次呢，跟丽青的这专访了、啊，其实，在约访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他真的非常的忙碌。那么，呃，他跟我约的时候呢，说，呃，哎，我们越早访问越好，因为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些例行的事情，比方说，他早早可能要带着这个基友或者是呃弱势朋友呢，也就是社创的这个呃工人，他们一起去做清扫服务的工作。 世上呢，万华这个地方，呃，长年以来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街友哦，在街上。那么，沥青呢，成为了这个游戏社创哦，就是希望呢，能够帮助这个在地。 有工作能力的街友能够重回社会，那么同时呢，他也和这个南机场地方的这个里长方和生来一起互通资源，互相的协助。他带着这个街友呢，他们去街道，还有校园去清洁，去清,去清这些脏污。不但清洁了脏污，也洗去了他们的污名。可能很多人对于街友都有一些的贴标签。 呃、哦，负面的这个想法，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么有些人呢，其实也是很无奈的、哦。在和泪亲的访谈还有这个约访过程，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想呢，嗯、呃。 每一位街友都有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无奈，那当然也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那么要跟每一个人去沟通，然后同时跟他们一起呢去好好的工作，一起来啊、呃、打拼。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如果社会呢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助，那么会是越来越好的。 也希望大家听了和立新访问的这两集，那么心里有所启发，有所收获。心灵光笔提供您多元观点思考，我们下次见。